所以我在 BW 摆了一个非常烂的锁，就是而且其实还蛮贵的，就是19块澳币。然后就是那个锁它就是是好码的，但是它会不定时的换，它会自己换号码，所以就是原本你设定的号码就是会不打不开。然后今天就是刚刚就是要吃午餐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就是原本设号码这样打不开，然后我就向就是楼下的那个柜台人求助，然后好险就是他是有跟我说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明后天那个就是楼下上班的人他有那个工具可以把它撬开。然后我吃完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，哇，血多，真的是早知道就把护照那些什么资料都拿出来。对啊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很佩服我自己，就我就一个一个试，然后一个号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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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，然后我就打开了，结果后来好像就是变成什么7788还是8877什么的，就很多八。然后我原本号码是77，7跟一，根本没有八，就很怪。然后我就对啊，真的不能太相信那奇怪的书，原本我心里想那书还比较好。啊，昨天都没有睡觉，我现在超累的。